近日，王珞丹被拍到现身街头，当天她身穿一件白色长袖卫衣，下身却搭配牛仔短裤。美女爱时尚都是不怕冷的，她头上戴着渔夫帽，背着白色帆布包，一头标志性的清爽短发，打扮简约低调。王珞丹和工作人员一脸悠闲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据悉，当天王珞丹是去美容院进行医美，结束出来已经是天黑了。王珞丹的一双大长腿格外抢镜，助理前来接她，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，氛围轻松愉悦。走到半路，王珞丹挽着助理的手臂，两人举动亲密。王珞丹在众多电影中最钟爱的电影风格就是文艺片，她曾和韩寒合作过一部文艺片，王珞丹在其中饰演的角色留着温柔长卷发，每个回眸的眼神都透露出干净纯粹的感觉。在寒风中站立的王珞丹就如同书籍中走出来的人物，希望王珞丹能带来更多好作品。